虎扑8月8日讯，骑士官方今天宣布，球队与快船正式完成了交易，他们送出了维拉德马威勒宁克的签约权，从快船得到了前锋萨姆德克尔、雷纳尔达斯、塞布蒂斯的签约权和部分现金。威勒宁科身高 2.08 米，体重106公斤，是2006年的48号秀。塞布蒂斯身高 1.98 米，体重83公斤，是2007年的50号秀。两人均未登陆 NBA。 2017-18 赛季常规赛，德克尔场均上场 12.1 分钟，得到 4.2 分、2.4 篮板、0.5 助攻。